说一声啊，今天黄浦区外滩街道已经发了一个叫什么指头啊？发了一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反正就是蔬菜券吧。蔬菜券，我现在去领一下。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副食品套餐券，疫情防控套餐券。疫情防控套餐券，现在去拿一下啊。估计是不要钱的。听我老婆说，在那里说，我的岳父岳母啊，他是浦东的。为了这个发还不发，讨论了好长时间，还是要钱的啊。他们30块的、90块的有这个标准的，浦西的好像是就直接发这个，要不要钱我不知道啊。反正节目就快到了啊，大家也看到了。发东西的人哦，哇，宁波路也要给它封起来了。哪里派对啊？好的，太慢了。办事效率一点都没有，人家都在那里聚集。这办事效率太慢了，一个钟头肯定有，一个钟头还不值得。没两个钟头完货了。这个是领菜啊。太起来了。师傅，你现在啥车？有的啥么子啦？什么啥么子？这个店啊？店啊，要用的啥？我操！那没有了，看到去买就走了。搿水果的也是了，搿。这确实啊。搿倒也是，搿倒还可以，搿倒还可以，哈哈。自助啊！自助。是，搁大不车几多钱？七块啊。到哪里？一块，7块钱，十斤嘛就是70。这工资。吃力嘎才7块。买到就是赚到了啊。这边是凤姐的。凤姐的。15还有25。炒鸡蛋。在这里凤姐。这是政府批的来的。走起来。鸡。热闹。正在封点，好，我们来说一下啊，说一下那个什么疫情的，也是疫情的事情啊。黄浦区已经发了啊，发的那个不要钱的啊，这个事情刚刚的应该那个也是看到了，但是别的区域是怎么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也不能多说。黄浦区已经发了。今天我老婆认识的一个人，他们是卫健委的，卫健委的那个估计预测要到下个月月底，就是四月底吧，五月份左右。我说那个真的是吃不消了，现在是防控疫情也是太厉害了，刚刚那个排队的看到那个壮观的厉害啊。估计也有可能也是一个传染的可能，如果里面有人的话也会有传染，你这个传染的厉害了，是不是？那估计也会传染，现在马路上的疫情也是有可能爆发吧。第一点我们说浦东的也就三月28号那天封控的时候
已经出现了好多病例了，出现那个已经是2000多例了，在浦东的地区啊，出现2000多例了，所以说各种原因吧，造成了传染传播开来，快速的传染传播开来的，好多因素，一个因素也有可能是大家去抢菜买菜，大家聚集的话，好多因素的，不光是病毒的传播力快，还有人员的聚集。现在要求是，居民朋友们都足不出户，在家不允许出去，在小楼在楼里面都不允许出去，现在在视频上看到的。如果这个小区一个门洞里面有那个确诊的，有阳性的吧，他就是有派2个人，就是在这个门口，坐在他家的那个门口。如果是有确诊的话，就是在门口不让你出来了，不让你出来，就是直接在那个门洞口派2个人把门锁上。派2个人坐在那个门口，24小时都坐在那里。哇，现在我操，太奢侈了！马路上捡到一块这个，哦哟，太奢侈了！哦哟，捡到这个，哦哟，五块头骨，哦哟，捡到一块头骨，哦哟，搿几开销大了，哎呀，搿几十亿了，哎哟，屋里向一天口粮，哎哟，搿捡到一块口粮。哦，三零块头骨过来了，哦哟哟，搿几手指，哦，真个捡到，哦，捡到不要么子，捡到搿只老开心，哦哟。浦东现在这是管理到现在第一天的效果不尽人如意啊，阳性病例要5656了，这个也数字也是挺吉利的，要5656个人了，上升的也是挺快的啊。估计还是要加大封控力度啊。好，我们再说一下那个没有抬高菜价的那个经营者吧，他是没有抬高菜价，那个值得鼓励。好多买菜的我也听到的，一个人买菜的是还是跟前面的价格一样的，6.5块的一斤鸡蛋，没有提高价格，价格还是这个价格，跟那个疫情前疫情后的价格是一样的。还有的人买那个炒鸡蛋的价格也是没有提高价格，我老婆的那个买那个牛奶，人家进价是多少，稍微价跟疫情前的价格是一样的，没有涨价，没有哄抬物价的人。我就觉得这个政府啊，疫情过后啊就应该奖励人家，最起码帮人家减免一点嘛，最起码没涨价嘛，人家没有趁火打劫嘛，是吧。我就觉得政府应该从这点方面应该是给予人家适当的奖励，诚信啊，挂一个牌子最起码吧。这是一个点。还有一个点啊，好多发生的地方，发生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应该是不多了，抖音上也算一个，微信上我没注意，因为我只关心抖音嘛。抖音上面那个骂政府的，骂那个防疫工作者的，骂那个居委会的，骂那个物业的，还是挺多的，但是都是给发出来的。还有的人质问政府啊，质问那个警官啊，还有那个人在那里小区里面骂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质问吧，质疑那个挺多的，这个声音都是意见，都是批评的声音都给发出来的。抖音上面我就给一个点个赞，这个一定要点赞的，这个是一级的声音嘛，这是还是给放出来的，不像那个从前这种声音都晋升的。我就觉得微信上面我也没看过，微博上面也没注意过，这个声音都是给放出来的，给看到了。抖音上面给放出来的我也是确实看到的，还有在方舱医院，人家质问那个护士啊，质问那个当地的方舱医院里面的医生啊，就是问他们，叫他们领导出来了，都说抖音上能发的，确实，这抖音还是做得不错的，最起码有一个亮眼的地方吧。